好，不过我们先从这个陈志台读的22条意见啊开始说起。其实在这一个意见书当中啊，我最瞩目的还不是那22条的内容，我最瞩目的其实是这5个单位呢都是司法单位。都是司法的执法单位，从最高法院啦，然后到最高检察署啦，然后一直到公安部啦，等等等等，就是说他所涉及的其实都是在执法能力这件事情。所以你要必须要注意签署的单位，其实你从法制化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具备有要彻底执法的一个效应。而它执什么法呢？主要的其实就是从2005年开始出台的反国家分裂法，还有包括了他们的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所以是真的要去把这些法律落实在执法范围之内了。那么另外第二个要注意的是时间点，其实在那个22条的这个意见当中是有注明时间点，但大家可能注意的都是6月21号公布这件事情，实际上面呢这件事情的定案是5月26号。当我讲到5月26号，我想大家可能就感受很深刻了，520赖清德上台，然后他的就职演说结束了之后，你就看到一连串的包括了军事演习、联合利剑 A 的演习，然后还有包括了他们在外交方面更强硬的一些做法，以及这一次出台的22条意见，这一个部分呢是属于司法部分的。那么当然在22条的这个意见呢出来之后呢，听民进党内啊就先刚开始的时候呢都冷嘲热讽啊，然后就说哎呀纸老虎啦，不用担心啦，啊他又没办法到台湾来执法，那些通通都是假的。可是呢我看到的是亲民进党的法律界的人士，他们开始仔细的研究之后发现说事情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单纯。因为呢其实大陆啊在全世界有50几个就是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所以这里面被列明不管是这个通缉或者是要执法的对象，他在台湾内部或许还可以，但是呢如果他一旦离开了台湾，那这个离开台湾呢有几种场景，一种是他到了大陆那就立刻可以执法，而第二种场景呢是他离开台湾的本岛，但是呢在台湾海峡，那么以现在呢大陆的海警船在台湾海峡以及台湾的东部海面的执法情况来看的话，其实针对这些人所采取的执法的可能性存不存在，其实是存在的。那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到两岸之外的第三地，如果是跟大陆有签引渡条约的话，会不会因此而引渡到中国大陆去？第一时间呢、啊，看到很多的民进党在那边冷嘲热讽的说：“哎，不用担心啦，狼来了啦，等等这样的说法。”其实他们仔细研究完了之后，发现其实事态还蛮严重的。那更重要的呢是切戒，因为呢，对于切戒的人士而言呢、啊，他们其实在台湾政党选举的时候，很多的企业采取的方式就是两边捐款啊、买保险。那尤其这个捐款的金额可能看谁的民调比较高一点，他捐款金额就比较高，谁的民调低一点，他的捐款金额就比较少。尤其是2024年的这一场选举，压住的企业家当然就相当多，而这一些压住的企业家他会不会成为被惩治的对象，对这些企业家他们是内心其实极为恐慌。所以就我所知道，现在民进党内部呢研究了之后呢，除了对于他们一些标签型的人物之外呢，还有包括了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可能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所以赖清德在第一时间回应这个话题的时候，做的最不道德的一件事情就是拉全台湾2000万人下水，然后他就刻意的讲说啊，如果按照这个定义的话，只有统促党是可以免于这样子的惩治，其他的政党全部通通都要被惩治。你看他有恶劣到这种程度，他日常就是要追求台独的，而且呢他日常的政治斗争的做法都是把民进党之外的在野党全部都打为中国大陆的同路人，然后呢戴红帽子的戴红帽子，然后呢栽赃的栽赃，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然后去抹黑抹红在野党。可是现在当他遇到他自己要被惩治了，或者他的政党要被惩治的时候，他就把所有人都拖下水，他就是因为害怕了，
他如果不是害怕了，他为什么要拖别人下水？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无所谓，他就坦荡荡的去面对这件事。可是他采取的做法却是要拖2300万人下水。台湾2300万人，其实能够被列举出来的人是非常非常少数的。我今天刚好碰上一个朋友啊，他在大陆经商多年的企业家，他说其实啊，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每一个人都会被盯梢，然后觉得不安全，他说这都想多了。要知道说呢，大陆其实在他的整个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为了要追求人民更好的生活，有太多事情要做了，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人力全部都集中在对台湾的一对一的盯梢，他能够去盯梢的一定是极少数的最严重的这一些样态。而我刚刚提到的最严重的样态，除了政治人物来讲，我觉得其实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企业家。尤其是对于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而言，他或许还可以小心翼翼地选择哪一些国家去，哪一些国家不去，然后避免被北京所引渡。但是对于企业家呢，他们的整个的投资行为不可能受限于民进党的友好的地方，或者说他不可能完全避开那么中国大陆呢友好的国家。这些企业家该怎么办？那这些企业家的选择应该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呢，他就停留在台湾，然后完全都不要想说到海外去发展；另外一种就是，如果要选择到海外发展，可能就要选择跟民进党保持距离。所以我会觉得这一次的惩治意见，可能比大家想象的他的影响力是要来得大的。